只要付66就可以了，看了这么精彩一局我只要付66。看一下好哥哥这边的话，第一个镜像有了，明白吗？嘴上是这样的，放烟花啊，放烟花什么？ 他没有显示那个烟花。哦，那我倒没看清楚，这波他是往墓地里面走来找医生的镜像，然后我觉得他会找到医生的镜像，挂医生的镜像，再直线捡。哎，看到了，那就看好哥哥这波有没有充值了。牛仔来了，牛仔来了，牛仔来了的话，这个人如果勾下来挂不上了。一勾，哎，放了一手，哦，是勾下来了。勾下来的话，这边直接交闪，321闪。哎，这今天是假的月蓝，你根本就不是月蓝，这个，你根本不是月蓝，要月蓝这个闪老早闪了，他可能在防一手飞轮。快把月蓝还给我，快把月蓝还给我，这个月蓝不太对劲啊，这个闪现居然不烫手了。哎，还是，哎，要倒了，要倒。哎哎，他哎，这波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波我感觉第一时间拐过去是不是有机会给你起一刀转牌压，好像没压住。先知这边还有鸟，哎，抽了一刀，抽，那刀起飞了，这医生还敢补状态的，不了，这个点死了呀。对，这个点必死啊。不过他应该有飞轮，他应该有飞轮。有飞轮感觉应该也没问题。原神符彩板好快，可以骗一下。哎，不错，哎。好像三点距离啊，这么久啊。哎，这波血令又有点顶起来的感觉了。不过穷者的密码机差的有点多的。海盗，哎呦，刚才，哎，就刚才有一个咱们图榜对吧，经常前三前二甚至拿过图榜第一的大佬说这个医生怎么了啊，那个啊，你这个就我判断错了对不对，我三阶水平，你这个不 S1 黄金之主对这点判断不出来呀。我还说我至少还给自己留了点机会，我说还有个飞轮呢。哦，还有先知，还有先知，还有先知啊，应该倒不好。但这个医生现在应该倒了吧？倒了吗？倒在镜像里面，这样你还挂不了我，拖的时间倒是蛮久的。好哥哥，第一波上挂节奏有点差哦。看牛仔干嘛？这想干嘛？啊？干嘛？他想挂地下室。哎，剑圣来了，地下室剑圣。是牛仔不让你挂。垫了一手，扛刀扛不住，扛不住。而且这个牛仔的话，他可以干嘛呢？逼一波牛仔。哎呦，鸟钩。这个柱子挡着。嗯。哎呀，卖了。那这个地下室有一句，不知当讲不当讲了。赢了，赢了。就来救就赢了。对，你给阅览地下室，然后18秒以后这边能拍照，密码机外面加起来3台，不够不够不够，这个真不够。而且这边的话，牛仔主要牛仔他们最能打的这个点，牛仔的状态不好。哎，哦，哎，对喽，认识了。好了，这刀打完，先知离得有点远，拍张照，一波节奏，拿下，拿下。利用一个镜像搬运挂进地下室，这是约瑟夫经常能看到的一个节奏点。不用闪现味道不对，是的呀。好哥哥刚才可能他表弟在打，然后他可能对吧，在手机抢回来了。哎，在可能在洗澡啊或者干嘛的，你先帮我打没关系对吧？约瑟夫，反正你只要每就那个照相机好了以后按时拍照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过来找帽子叔叔。嗯，这波应该能有一个双，哎呦，逛不了，时间不够，再切一手看看人的位置。他应该是在这边看耳鸣吧？转牌回去，哎，失误了。哦，这个皮肤好飘逸啊！帽子叔叔挡机子差好多。嗯。
核心还有一个就是囚徒，他这边状态补不了。现在还不好救。当然这把好哥哥能多抓呢，有一半功劳是易安的，因为易安给了好哥哥选图权。这怎么不算好哥哥表弟呢？好哥表弟，好哥表弟就正常发挥嘛，该拍照拍照，该起刀起刀嘛，对吧？也有功劳嘛。啊，也有功劳，就除了好哥哥以外，其他人都有功劳，是吧？对的，对的。好哥哥唯一的功劳就是那个闪。闪中了，是没问题。但好哥哥在这波功劳里面呢，依然在50%，表弟在40%，然后好哥哥在不对，我们两个在旁边加油呐喊，对吧？给了好哥哥一点鼓励也算。好哥在5%，我们两个在5%啊。啊，可以。好哥哥只要每次听到夜宵翻倍，感觉就跟完全不一样了。是这样的吗？对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？说上周就是夜宵只要一翻倍，他两把四抓。没输过。没输过。不是没平，没平跑，不是一个都没跑过啊。对，上周总共3把嘛，对吧？第一把被平了，然后后面夜宵开始翻倍了，翻倍了以后就2把4抓，一个也不想逃。哎，他切的是个移形机子，是不是能修亮啊？牛仔的镜像捞下来了，但这边的话应该会切镜像去把牛仔的镜像给打了吧。哎，预判一手，机子压好了，但是要掉进度吧，有点贼亮。这边哎，把移形交了，移形过来，切！哎呦，移形在镜像里没声音吗？应该是，移形在镜像应该是没有声音的，他们不知道啊。这波偷袭，哇！哦，突然问一下好哥哥们，问一下，这波偷袭，传送是有声音的，移形没有声儿。难怪切一星，我前面还难道还有，但是先知有鸟，先知鸟一顶的话，这边哎不对，这个局好像不一定，因为那边囚徒交个字旗，把密码机能点亮，这三个人好像都有大心脏啊，没有他没有哦，机子回退了，回退了哦，机子回退了，那没事了，先知没大心脏，看看能跑一个吧，机子能够啊，机子是能够。但是这边要不直接亮了吧，这个先知没必要救了。对，没一刀杀。对，直接亮，哎，对，直接亮有机会的，这个亮了还有机会能保平的。哎，待会不是大哥你要来，他是应该是觉得先知这个你这个飞轮快好了，但哎没打到啊。等一下，肌肉记忆飞轮也好了。坏了吗？哎，真的囚徒门点开了，移形差20多秒啊。那门能点开？双臂夜宵没了。哎，他们要是打个平局，我省了呀。因为谁赢我都要给双臂，平局我不用给。大帅要笑了。5个演员陪我玩一整局，然后我只需要付一份夜宵。我只要付66就可以了。看了这么精彩一局，我只要付66。好，厉害。有一说一，周星看去了。哎，你觉得这个阵容杰克好打还是勘探好打呀？啊，不是那个素材好打呀？我宁愿玩噩梦。不是，因为但易安的话，他手里面的素伞和杰克之前都在夜宵杯有过不错的表现的。那这我也不好说呀。我你说的也是，我也不太好说。这。就你画个图可能我觉得对这张地图速闪待会儿偷袭吧，对，哇，哎呀我想的有机会没有，左上右下呢倒不至于啊，关键有的时候对吧，这个阵容它有一个根本性的难点是什么，这个阵容的续航能力非常强，有些阵容你说速载对吧，打不过前期抓人们，我消耗一下开门战400版或者300版的还有兜回来的机会，因为它是插眼的对吧，两边门封一边然后抓另外一边还能打打，这个嘛就我连剧本都写不出来了，现在只能看我的好兄弟血令会不会对吧，就是到内奸了，雪令现在要6舞台啊，
的驾驶。哎呦，血令这个牵制，现在已经三台半，快三台半了。是。延安牢底坐穿，铁道大招，终于在三台机修完以后，他起了第一刀。然后来了，机修来了。这个是一个飞轮双弹的小说家，争取哦作曲家，争取针对这个作曲家，看看开门战能不能保个平吧。有可能，是个差异。哎呦。这把如果依然能保平，好吧，直播间立马福袋送上，然后再给大家发红包。四杀能翻倍吗？四杀我给你翻，四杀我今天豁出去了，四杀我给翻五倍夜宵，330，每个人110。依然说，我一个人我打出来的四杀，夜宵要加油啊！打不了，打不了，这个局不可能四抓的。对面就算四个潘大帅，就这四个人交给我来操作，我怎么地这个局也保平了。以我的操作，你不要不信。你笑什么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在质疑我？没有。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？喝水呛到了。啊，喝水。我信了。现在的话，针对勘探。哎。这块磁铁是丢过头了。感觉有击倒了，一个摇铃可以，二级挂踢墙，但他不能守，最好这波就哎呀，蓄力刀，这不是蓄力刀，这个气球刀怎么这么慢呢？对，速闪小白气球刀快，小黑气球刀又变慢了。哦，这刀打一刀用兵也蛮香的。板子全踹了吧，为开门战做准备，一个摇铃可以，能不能起一刀踩个球也可以踩，哎，这要球不要命的，你看。但是我觉得他做的没问题啊，因为你不可能追我第二刀了，踹板子，哎，已经可以预备开门战了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去针对这个作曲家还行，因为现在的话等于说你外面还要重新起待机子，我这边抓作曲家，这作曲家没有大心脏啊，活命也已经耗掉了，对吧，护臂也耗了一点，哎呀，这阵容是真难耗啊。我觉得刚才他把那边的板子也给处理了，会不会好一点。哎呀，我睡醒了，医院怎么没了，大帅？我们刚刚都在叫你啊，哎，医院的，你看依安老底都坐穿了，依安现在是吧，泪流满面，一边流着泪一边在打，心想好哥哥害我。哎呀，刚才不小心睡着了，一睡醒天塌了啊！一睡醒天塌了，没事，待会儿那就留一张你最喜欢的那个永眠阵给你吧。好的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那必须的，我发现你在永眠阵状态神勇啊！哈哈，可以，还行。这边的话，针对作曲家，毕竟没有大心脏，你们不要低估一个啊，土榜，不要低估一个土榜大佬的。哎呦我。哎呦，血令啊，血令，以后你再也不是我的好兄弟了。啊，好点这活了，这，哎呀，依然天塌了，但是我有选图权了。你好坏呀，哎，你是不是觉得依然去打这张图，大概率要被多跑，然后你就选图权了，假装睡着。假装睡着，对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好哥哥。好像有机会。然后依然崛起，依然直接来个三抓啊！依然来个三抓，夜宵翻3倍；依然来4抓，夜宵翻5倍。看吧，全闪。然后依然偷偷的给血令发点信息，血令，你懂的。这发礼拜，我匀一点给你。哎，感觉有戏啊，对吧？感觉有戏，不行吧？有点难，因为他们还有个满血佣兵在外面，这个佣兵两护兵满血，对，扛的同时开弹来控你，对，甚至有可能四跑，真的过来打，哎，佣兵来了，看到了，哎，这两兄弟，佣兵来救人吗？佣兵不救人是最稳的，哎呦，你这不救人，血令这把溜的这么好，不救人，切黑魂。哎，
呀，摇个铃呀，大枪，摇铃出去了。我们小安安心疼我们小安安。